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吃货导演白眼先生 Jason。我现在在我的车里，每灯都暗了，感觉我像在拍一个灵异的出现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我按下喇叭，外面是那种感应灯，微亮一点。今天呢，又是一个加班 day。10点半，这有点困了，但是呢，还得抓紧时间给大家录非常重要的一条视频。我的淘宝店铺白眼零食车，对，白眼零食车在双十一的上新优惠大推荐。我先来尝一些我的新品，这个叫撩你先切薯条。番茄味，我非常爱吃番茄酱薯条。对对，我现在特别像那种荒野求生大逃杀，就外面感觉有很多丧尸或者有很多敌人，我现在只能躲在车里，车里有一些零食，我在默默的吃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很恐怖的感觉，看这个是什么，看得清吗？ Potato， 这个进口的俄罗斯的萌豆牌蘑菇味土豆泥粉，不知道怎么吃。粉呢？你们看这怎么吃，俄罗斯人吃什么味？好咸呢，是不是要冲泡了吃的？啊哈，这是要将沸水加入里面才吃的，不是直接吃的，哈哈，被坑了。味道还可以，蛮香的那个芝士味。这下真的像荒野求生了。再尝一包这个撩你的薯片吧。哇，这蜂蜜榴莲味，我的天哪，外表挺可爱的。这种味道，榴莲味，有点臭臭的，但是又有蜂蜜，又有点甜，好怪的味道。算了，我们在荒野求生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什么都吃吧。怪叔叔，给你们看看，逃跑的时候吃的玩意。三角的，这还不错。什么味道？也是番茄味，但这个番茄味就不是刚刚那个感觉，这个番茄味更好吃，带着点蒜香，显得非油炸，但怎么那么香？外面灯又暗了。还有一包怪叔叔 BBQ 烧烤味，哇，浓烈的烧烤味，太原小饼的感觉，芝里椰子味饼干，我很喜欢吃椰子味，尝尝看，居然是这种连包，有一种在大卖场的感觉。哎呀，撕破了，哇哇，好浓重的椰子味，哇，椰子味饼干，香，迷人的椰子味，上面还有椰蓉。推荐这个，爱吃椰子的同学买这个。香到停不下来，洗得干干净净的小香猪的屁股的味道。好香，哇，还有成都冒菜粉，我自己煮不了，回家尝尝。我对这种比较辣的东西无法抵抗。这也是刚刚那个牌子奶酪味的夹心，小鹿喜欢吃奶酪味，回头给他吃。奶酪沙司面包，这可以当早饭吃。巧克力夹心饼干，这个看着也很好吃，雅乐斯牌的。看着现在是大晚上，在这个点吃巧克力就有点太会胖了，我就放弃品尝这次巧克力吧。但保证这个肯定是很好吃。还有一款是双层巧克力，可以当早饭。按下喇叭，亮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变成了上新白，大家赶紧拿好小本本，划重点了，好不好？上新活动时间是10月8号到11号。首先，大家记得去首页领取优惠券，5元无门槛的优惠券，159元减10元的优惠券，199元减20元的优惠券，299元减30元的优惠券，记得一定要领，不然的话真的很吃亏。限时秒杀，10月3号到11月7号，每天晚上8点有50张199元减50元的优惠券，10月8号到11月11号早上10点晚上8点有50张199元减100元的优惠券，限时5折，零脂可乐、卫龙凤爪、山楂条这三个5折。接下来是买送环节，超强碳酸可乐、神岛冷面、卫龙亲嘴烧，买一送一，就两。然后螺蛳粉买4送1，买10送3，大家赶紧趁双十一的时候多备点货在家里，反正这些东西也不会坏，特别像螺蛳粉就超好吃。酸辣粉呢买5送1，我们的两小怪自热火锅第二件半价。然后我们还有满赠活动，买109元送猪脆骨加鱿鱼，买129元送超强碳酸可乐，买179元送绵竹手拌面。我们这些呢都不叠加，取你最高的那个价格来送。哇，这一次优惠实在是太多了，但是还没有完，还有我们零食大礼包呢，震撼升级，加量还降价。什么？加量还降价？这一条我之前没有看到，厉害了。原本的零食大礼包我们会加上猪脆骨，加上怪叔叔，加上山药片，加上香鱿鱼，还降价20元。哇，我的天哪，礼包赶紧来一个好不好，我自己都想来一个，所以首页大家要多划一划。接下来还有淘宝店铺白白吃一顿的微淘活动，10月8号到10月11号，在白眼零食车下单的白饭团们，在微淘置顶的图文下面评论订单号或者下单的旺旺号，我会每天在评论里抽一位白饭团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等着我的直播通知，直播的时候我会给大家送出海量的双十一优惠券。天又黑了，哎呀，好恐怖啊，外面都黑啊，哎呀，好恐怖。大家如果记不清的话，可以把视频往前倒一下再看一遍，或者到我的淘宝主页会有各种信息的，复习一下。最后我的淘宝店铺是白眼零食车，对，白眼零食车9528577，9528我吃吃吧，希望能够送给你们白白吃一顿的机会。加班真的好困好累的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比心比心，双十一见，剁手见，吃土见，拜拜。